换换，所以我就站在这边来谈了，应该我开始站在这边，如果是有方便。好，那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那么，我们今天是使徒彼得写的彼得前书的三次讲道当中的第二次，基督徒的新人生活或自我约束的提纯人生。使徒彼得呢，在这个彼得前书当中提出，我们即使落在百般试炼当中，依然可以、能够、也应该有大喜。那么上周讲到了为什么我们可以有大喜乐，以及大喜乐的表现。那这是上周讲的，他呢就是把信呢写成这个区域啊，那这里就是这个啊，就是马其顿啊，那边。是那边再过去才是罗马，所以相对来说这个是远离这个政治中心的，但是呢它是一个贸易的要道啊。待会呢我会跟大家讲的时候呢，这个背景很重要，它是远离政治中心，但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发达的地区。那上次有简单的回顾到，就是我们表面上能够呈现出来的大喜乐，在百般试炼的锤炼之下，我们还能大喜乐，是因为这像冰山一样的冰山浮出的一角，是因为冰山下面有巨大的力量承托的，能够浮出来。那这个力量就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我们是靠着上帝的大怜悯，因为相信，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大喜乐。那么上次有讲百般试炼呢，主要是内在和外在的两种不一样的。那今天呢是主要讲这个内在的一种试炼。那总结来说呢，就是今天的经文呢跟我们讲，我们要圣洁，我们要过一种自我约束的提纯人生。那么什么是圣洁呢？我给大家看一个小的短片，5分钟的一个小短片。这个短片是由圣经工程啊 Bible Project 制作的。你从前可能听过圣洁一词，或者至少在教会的赞美诗中唱过一两次。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个词会让人想到一个道德上的好人，因此我们会说神是圣洁的，因为他在道德上是完美的。但在圣经中，圣洁的概念更为广阔和丰富，它告诉我们神是整个宇宙背后的创造力，只有他能够创造出如此美丽充满各种生命的世界。神的能力显出他的独一性，这才是圣洁这个词的含义。为了帮助我们明白神的圣洁，我们用太阳打个比方。太阳是独一无二的，至少在太阳系是这样，它充满能量，是我们这颗星球上一切美丽生命的源头。所以你可以说太阳是圣洁的，你甚至可以进一步的说太阳周围的整个区域也是圣洁。对，离太阳越近，它的震撼就越强烈。嗯，没错。所以滋养万物、供应给我们一切美善的这个能量源也很危险。如果你离太阳太近，你会彻底蒸发的。同样，神本身的圣洁也包含一个矛盾，如果你是不洁的，神的同在对你来说就是危险的。这不是因为神不好，而是因为神太好。我们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圣洁的矛盾是在摩西和燃烧的荆棘这个故事。神叫摩西脱鞋，因为他站在圣地上，摩西惊恐地遮挡住自己的脸，神说：“哎，不要再靠近了，神的圣洁太震撼了。”事实上，神的圣洁之震撼甚至体现在以色列圣殿的设计中。圣殿是神圣洁的灵所居住的场所，圣殿中最中央的一个称作至圣所的房间，就是神的灵最集中的地方。无论你是住在圣殿周围的以色列人，还是在圣殿里工作的祭司，你都靠近了神圣洁的同在，这很危险。对，这是个问题啊，那怎么来解决呢？在圣经中，解决的方法就是你需要变得洁净。是道德上的洁净吗？是的，道德很容易理解，但圣经用了很多时间谈论另一种洁净，一种礼仪上的洁净。这是一种状态，要求人不能接触任何与死亡有关的东西，比如皮肤病啊、尸体啊，甚至某些体液。而变得不洁净并不代表你犯罪了，
只是说当你处于不洁净的状态时，你不能轻松坦然地出现在神的面前。因此神给了以色列人非常明确的指示，让他们知道人什么时候不洁净，又如何变得洁净，好让他们能再次进入圣殿。这就是利未记所说的。是的，但这个概念还在继续发展和变化。后来在圣经中，我们读到先知以赛亚写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他看见一个不可思议的异象，就是他在圣殿里站在神的面前，他完全被吓坏了。对啊，他知道这些规矩，他根本不应该出现在那里，他担心自己会被灭掉。然后一个不可思议的活物出现了，他叫萨拉弗。哇，好奇特的生物啊！确实有点怪。他拿着一块红炭飞了过来，然后用炭蘸了以赛亚的嘴唇，并说了一些很奇怪的话：“你的罪孽已被除掉。”你的罪恶已被赦免了。这块红炭洁净了以赛亚。对，这相当不同寻常。一般来说，如果你接触到不洁净的东西，它就会玷污你。但现在有了一个新的观念，就是红炭这种圣洁之物接触以赛亚时，把它的洁净传给了他。以赛亚没有被神的圣洁所毁灭，反倒被他改变了。这当中隐含的意义极为重大。不过这个观念继续被发展，这次是先知以西结领受了一个异象，他站在圣殿里，看到有水从殿中流出来，汇成了一条小溪，然后长成一条深河，穿越沙漠，流经之处变成了绿洲，然后流入死海，使万物恢复了生机。那就是说，并不是万物先要变得洁净，然后才能进入圣殿，而是神的圣洁从殿里出来，洁净万物，并赋予他们生命。这意味着什么？我们不明白。直到耶稣出现，他宣告说他正在用意想不到的方式应验所有的这些古老的意象。不论耶稣去哪里，他都在触摸那些不洁净的人，那些患有皮肤病的呀，有血漏的妇女啊，甚至是死人。当他接触到他们时，他们的不洁不但没有转移到耶稣身上，耶稣的洁净反而转移到他们身上，并医治了他们的身体。耶稣就像以赛亚意象中那块圣洁的红炭。没错，耶稣宣告说他就是神圣洁的化身，他和他的跟随者从此就是神的殿，所以通过他们，神圣洁的同在就会进入这个世界，并带来生命、医治和希望。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会形容说他的跟随者身上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就是我们在故事中现在的处境。那这一切的结局会是什么呢？圣经结尾几页是关于神的圣洁的最后一项，这是一位叫约翰的人领受的。在他的意象里，我们看到整个世界都被更新了，整个地球变成了神的殿，以西结看到那条河也在那里，从神的同在中流出来，浸润了神的创造，消除了所有的不洁净，使万物复苏。哦，大家看到了这个片子里面呢，他提到了几个重点，就是上帝呢是圣洁的，如果人呢不洁净，靠近上帝是危险的。然后旧约时代呢，是人们依靠律法来帮助人保持道德和礼仪上的这个洁净，以便人洁净之后呢可以靠近上帝。那新约时代之后呢，耶稣如以赛亚里面提到那个红炭，以西结书里面提到的那个活水的江河来洁净我们，人依靠耶稣基督的大能得以。那么今天呢，我会有三组对比，所以这是第一组的对比，我已经把这个经文里面的重点的信息把它摘要出来。那我先看第一组对比呢，是这些信，就是今天讲的这些对比跟刚才讲的那个视频里面的重点都是有呼应，也都有体现。那么第一组对比呢，是我们来看，是他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得到救赎，与依靠永恒的上帝，这下面都是经文，这是经节的啊，这个位置啊，十三节、十七节、十九节、二十三节。你看，这些是大不相同的，完全不一样。那上次讲到的时候，我们说的重点是我们之所以可以在百般试炼当中有大喜乐，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那么这一次呢，这段读的啊，这个经文呢，就从不同的角度复述了同样的信息，但是呢他讲的更为的详细一点。那么这个就是视频里面提到的，如果说
你要圣洁，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达不到那种标准，我们要靠上帝，靠耶稣基督。你看他有耶稣基督复活的恩典，他不偏待人，他是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上帝。他的宝血让基督复活的上帝依靠上帝，还有永活长存的道。我上次有讲过这个活泼长存，活泼在原文里面就是永活的意思，就是所以我把它翻起来，就把它翻过来，永活长存的道。那么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张力和这个对抗，就产生了一种我们叫百般试炼，对吧？就比如说什么叫炼金呢？就是你要把一块黄金，一块这个金矿，要把它炼纯了，你就要用火去烤，因为石头的熔点和黄金的熔点是不一样的。那你烧着烧着，那些石头就碎了，那些石头就破碎了，然后黄金就留下，慢慢你再融化，那然后呢，最终你就得到一个很纯的一个黄金，对吧？那么这就是百般试炼，它要把你提纯。那么我们怎么会被这个提纯呢？就是我们过去，我们信主之后和我们过去的生活方式、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不同了，而这种不同形成那种张力，就像火一样在烤我们，要我们把它变成一个什么样？这个提纯的人生。那我刚才有给大家看这张图，对吧？就是我现在再翻回去，可以给大家看看图。就是在使徒彼得写信和收信人的那个时代呢，这个罗马帝国是雄霸欧洲，这个是这个爱琴海，这里是地中海啊，就是地中海是变成了这个帝国的一个内部。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宗教是多神的崇拜，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万神崇拜。如果你去过罗马，会有个万神庙啊，就是它是每一个领域都有一个主管的神，所以它什么地方都有神。然后呢，在政治上，当时的罗马呢已经从罗马共和国转变成罗马帝国，所以皇帝成为权力的中心。那么从某种意义上，皇帝呢就是要别人来崇拜他，他是唯一的神。这也是为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埋下了一个种子和一个伏笔。那下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会谈到这个历史背景。那么既然这个皇帝拥有极大的权力，权力一旦集中之后呢，人们就要追逐这个权力，而不是说它是分开的。那么从军事、经济、文化上讲呢，罗马帝国的基因是什么呢？它是用残酷的武力的征伐、扩张，然后呢，依靠这个贸易来立国的。它是经济相当的发达。同时呢，大家也如果熟悉历史的话呢，罗马法体系呢是非常完善，尤其它对于罗马法适用的公民范围，这个保护的是相当到位的。所以呢，在当时的这个时代背景之下呢，人们还追求拥有这个公民的身份。公民的身份是可以用钱买的。那使徒保罗他们家就挺有钱的，很多的学者都研究认为，就是使徒保罗他不是有罗马公民身份吗？他也是犹太人，他们很可能就是花钱买身份。所以还有大家知道，大家看过那个电影《Gladiator》决斗士。是吧？就罗马人既然很好战，他也非常强调自己强壮的体魄，所以什么奥林匹克运动会啊、地下运动会啊，所以他们非常强调健美健身。那么他们也很追求大量的物质财富跟巨大的权力嘛。所以呢，你说这个了解身份书信的背景就很重要了。为什么使徒彼得要跟这些人说这话？那么我刚才已经讲了，他收信的这个地区呢是在亚细亚，就是现在所土耳其的这个亚洲部分嘛，主要就在这里。那个时候是非常大的贸易中心，但是它远离政治中心啊。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呢，那个地方呢，他们不太追求政治权利，没有政治权利可以给你追求，但是他们很追求财钱。所以呢，使徒这个彼得呢，才特别的会来提醒他们，不要依靠那
会朽坏的金银来寻求救赎。那么大家想一想，使徒彼得写信的那个历史背景跟我们当下生活的世界是不是也挺像的呢？我们周边是不是到处充满了崇拜权力、金钱，比较依靠寻求钱权来搞定的世界呢？那么但是呢，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呢，你就不能再崇拜其他的神，你也不能崇拜钱权，因为这是上帝不喜悦的、不圣洁的、不能进神的殿的，这些东西都是不可以。那么作为基督徒，你只能以上帝为至高和唯一的崇拜对象。那么刚才那个视频里面举了一个太阳的例子来说明圣洁，那我给大家举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例子，可能不是那么精确啊，就是仅供大家参考思想。那我们现在就是都市家庭都很讲究卫生的，对吧？你一般进来你都是要鞋要脱掉啊，衣服要掸一掸，要挂起，专门挂起来。那么为了不让脏东西到家里，那疫情期间更加是了，对不对？疫情期间很多人都是什么全程消毒，所有的东西任何一个包裹必须全程消毒，消毒完了之后轻松的打开，里边比如说有人是买菜，买完的菜也要消毒，然后再小心翼翼地放到冰箱去，甚至弄的时候还是全程手套戴着啊。我就知道这样的朋友极度的小心，为什么呢？你不允许一点的病毒进入到你家里面，因为一旦进入可能就造成致命危害，对不对？那么其实这个类比也是的，就是说神是绝对洁净的，他不允许任何的一点细菌和病毒，就像我们不允许任何一点细菌和病毒进入到我们家来侵害我们的身体一样，上帝不允许任何他所厌恶的不邪的东西进入到靠近上帝，进入他是不可以的。那么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都这么讲究卫生，那么作为一个神，他讲究圣洁，那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那么大家都知道，从这个崇拜金钱啊、权力啊、追求物质享受啊，到跟随上帝、敬拜上帝，绝对是一场人生的自我革命，肯定是不容易的，也不可能一天就做到。那么自我革命的前后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当中有第二组对比给我们来看到，就说之前可能是放纵私欲，那么尤其是彼得写给那些会众，他就跟大家讲，那这个问题既然点出来了，说明他们当时可能这个问题很严重，放纵私欲。然后呢，你信主之后，你要做的提纯人生是什么样的状态呢？约束内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顺应儿女，心存敬畏。今天我们刚才读经约翰福音大家都读了，对吧？我在读彼得前书的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对这个在120页，大家如果去看的话，在120页，我就想象到了，我就回想到圣经里面这段场景，耶稣在海边，那些门徒虽然已经知道耶稣复活了，虽然在这个耶路撒冷见到了耶稣，但是他们还是怎么样？没信心。尤其是带头的彼得，他带头去宰鱼了。然后这个时候耶稣出现，然后这个在这段经文里面，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是这样写的啊，第13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你们看自己的圣经，在彼得前书里面，你们手上这本圣经里面后面一个小括号叫束上你们心中的腰，约束你的心，它原文就叫做束上你们心中的腰。就是这句话触动了我，想到了一个场景，大家看那个约翰福音里面那个场景是什么？这个西门彼得看见耶稣之后，他是什么？他在渔船上赤着身子，然后一听见主就束上一件外衣，啪一拉，然后呢跳到海里，然后奔向耶稣。大家如果你有健身经验的啊，还有就是说比如说你即使没有健身经验，你去看过举重比赛，你都会发现，就是说有些人健身重要的时候他需要
腰带要绑一绑，对吧？有的时候甚至是要用专门的腰带，要专门护好，然后呢，你才可以发力，你就发力。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约束。当你把腰竖起来的时候呢，一个是提醒，就是说你要紧张了，你不能很松弛了。还有一个就是说，要把你的力量就能够竖起来，就集中你的精力要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我很能想象，就是使徒彼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就有可能就是想到了这一幕，也可能和他的这个作为一个打鱼的渔夫啊，体力劳动者，他经常是要束腰，一束腰就提起精神，很有关系。所以他这句话是说，约束内心，谨慎自守。这个谨慎自守是什么意思呢？谨慎自守其实就是吕正中翻译的版本里面就讲叫做抖擞精神，其实就是束上你的腰，抖擞你的精神，要小心戒备啊，外面就是抖擞精神，戒备周边，所以你就变成了一个高度警觉的一个人，而不是说啊我就比较随意啦，人家来来往往都没关系，而是说一个非常有精神的人，一个高度警觉外面的事情，警觉什么呢？警觉外面的诱惑吧，警觉这个世界对你的诱惑。然后专心盼望，这个我待会儿会提到，就是原来这些使徒在盼望什么？他们在盼望一个与他们一直同在的大有能力的上帝。现在他们在盼望什么？一个复活之后的耶稣，这个我待会儿再说。然后呢，讲到这个顺命的儿女啊，我们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又还有一句话，也是讲树上。他有两次树上，一个我刚才讲的，他树上一件外衣，彼得跳到海里去；还有是在第十八节，约翰福音21:18，他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树上带着，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树上带到带你去不愿意去的地方。”你看，就是他这里面有两次树上，就是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树上带着随意往来，就是说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就叫不一定叫放纵私欲吧，也是任意妄为吧，想干什么干什么，对不对？然后他说到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被人家树上带你去不愿去的地方。这里有讲，就是第十九节有讲，这个话是指的彼得要怎样死荣耀上帝。所以耶稣让一个人跟随到某种程度的时候，他甚至是要付上殉道的代价。那么在这个背景是什么？这个背景是耶稣问这个彼得三次问他，你爱不爱我，对吧？所以这个树上又和彼得跟这些收信的信徒，他教导要他们做顺命的儿女是完全吻合的，因为你要顺服上帝，而不是说跟着你的意识去走。那么根据历史的研究呢，大约在写这封信5年左右，5年之内，很可能是5年之内，彼得就殉道，就在罗马殉道。现在不是那个梵蒂冈的教堂圣保罗大教堂就盖在这个使徒彼得的墓上面。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来自圣经的教导的确会带来很强的约束力，而且这种约束力呢是指向性很强的，非常强大的一种限制，但是也是就像刚才那个束腰一样，帮助你去汇集内在的一种力量，然后呢把盼望指向耶稣基督的行动。那么圣经让我们把自己的内心就腰竖起来，就是要让我们从那种追求私欲的放纵随意的状态变成集中自己的意志跟力量跟随耶稣。那对于所有的慕道者信徒而言，这个方向这个代价是自己原来如果你是放纵私欲的时候，你是不会自动选择的，你不会主动去选择的。每一个信徒跟随耶稣的代价都是不一样的。我举一点例子，比如说旧约时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法老的奴役，得到了自由，但是他的代价是什么呢？但是他们的代价是要经历旷野生活。根据圣经的记载，他们的吃喝的条件是不如他们在做奴隶的时候。
对吧？所以你得到了自由，但是你的物质生活条件明显下降，这就是代价，是当时的出埃及的以色列的代价。那么大家也都读过马可福音，那个富有的青年问耶稣，是吧？这是一个富有的非常恪守律法的向耶稣求永生的青年，耶稣告诉他，你要获得永生，你也就是他问的拉比，要跟随，也是要跟随耶稣。那你要跟随耶稣的代价是什么呢？对他这个年轻人来说，耶稣说你要放弃你所有的财富去救济穷人。那么大家也知道，尼哥底母曾经夜里悄悄地去问耶稣啊，关于永生和重生的问题。这是一个犹太人的官，而且他是一个非常高阶的法利赛人。他去求问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你要获得重生，就不能依靠你一辈子，你们这些法利赛人一辈子引以为傲的，而且你行动上一直在做的依靠律法，你要依靠圣灵而行。他说，你若不从圣灵，你就没有办法重生了。对于这个法利赛人来说，这太难了，他一辈子靠的就是律法，突然之间要让他靠圣灵重生，这个代价非常大。你想一辈子做的事情原来不顶用，你依靠什么？非常的挑战，非常大。然后对于跟随耶稣的这个使徒们，像彼得，我刚才已经提到了，他们也有他的代价。他们原来跟着耶稣3年半，完完全全是依靠一个什么能力非常大、经常行神迹的拉比啊，就是靠着他，什么事情都是靠耶稣。但是耶稣一旦被钉了十字架，他们全做猢狲散，一旦被捕全吓慌了。然后即使耶稣在耶路撒冷向他们这个复活之后显现，你看他们依然是怎么样，使徒彼得依然是跟着他的兄弟们，就是这些使徒们，在加利利海旁边去打鱼嘛，对不对？这里记得刚才说了，这是第三次显现，也就是说第二次显现了，他们信心还是很弱，就他们还是在依靠那个活着的耶稣，要依靠那个。然后呢，他们也可能没吃喝了，所以他们也要依靠打鱼为业啊，去谋生。所以你就会发现，即使是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要付的代价也不小。他们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要有信心跟随那个现在马上就要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已经复活了的耶稣基督，很难的，非常非常难。那么我们再来看，对于使徒彼得写信的这个对象，也当然就是我刚才讲的，和我们在座的各位一样哈，我们要付的代价是什么？我们很多人都是专业人士，都是成功人士，在某个领域当中都是不错的专业人士。那我们曾经依靠财富，也可能有人依靠权力，也有人靠完全靠自己的能力，让自己取得了世俗的成功。那么我们现在，如果你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需要放弃依靠甚至崇拜这些会朽坏的什么权力啊、金钱啊、能力啊，这些上帝都是不喜悦的力量，你要转而去单单依靠复活的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力量。这就是百般试炼，真的很难的。大家想一想，对吧？我们不要去讲那种就是我们好像啊高大上完全做不到的这个事情，但是就是我们不要去表彰我们自己，我们好像基督徒了，我们什么都能干，我们好像道德标准很高的，我们水准很高。其实我们要承认，我们在跟随耶稣的这件事情上是非常难的，我们的信心是需要锤炼。那如果各位家中还有没有信主的亲人朋友，你要让他们去跟随耶稣，哇，这个真的是很难的。我们一定要有信心，要有耐心，要为他们祷告，要持续的去爱他们。你要知道，这个转型是非常非常难，对吧？我们经常物理学里面有一个话叫就惯性嘛，对吧？就是你惯性的力量是很大，你过去一贯是这样生活的，一贯是靠这个成功的，一贯是靠这个开心的，你现在突然之间180度大转弯，完全不靠那些力量了，那你心里是很空落的，我到底
怕，我到底靠什么吗？那么这个里面就来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只有真的相信上帝有力量，同时你真的感知到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有力量，你才会越来越相信他，对吧？如果你不能感知到上帝有力量，那对不起，你只是头脑里面认为上帝有力量，你还是很难转型的，是非常非常困难。所以啊，我不得不说，在面对跟随耶稣的代价面前，总有人会心生抱怨，会抱怨，就像那些以色列人出来只是抱怨，还有些人止步不前，有些人就点到为止，就像那个富有的青年和尼哥底母，但也总有人背起这个代价跟随耶稣，里边就有使徒彼得这样的人。在座的各位，你们也在这个行列当中背起了这个代价跟随耶稣。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去思考，大家想想是不是你正在跟随耶稣，或者你觉得跟随耶稣真的不容易。最后呢，我们今天来讲第三组比较，就是虚假的爱和真诚的持续的彼此相爱，虚假的爱和真诚的彼此的相爱。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说我很有挑战啊，很困难啊，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还是很鼓励我们的啊，我们基督徒之间可以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帮助。也许你觉得很难，别人扶你一程，大家都知道一个人去做一件事情你会很累，你有时候坚持不下去，但是有一群人都在做，因着别人的鼓励帮助，你就能朝前走。那我们来看看，就是这个第二十二节啊，这个经文里面二十二节，他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这句话呢，其实不太能理啊，比较容易理解的。比如虚假的反义词就是真诚，没有功利性。那么切实相爱呢，需要稍微做点解释，就是这个希腊文的原文，它是不停的、持续的、恳切、迫切、热切。所以这个切实，我们现在就是中文理解起来有点困难，不知道它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持续的、迫切，一直去啊去做。那么，但是我们啊就是之前就是有这个团契讨论的时候，大家都谈到过，说你真正的要做到真诚的、持续的彼此相爱是很的，而且这种爱的确就是基督徒的特征之一。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一个到处都是交易的商品社会，那有几个人会相信别人爱你就是交易呢？那么在一个注重利益的时代里面呢，与人交往，你不欠别人的人情，你不多贪别人的利益，也不让别人来贪你的，贪到你的好处，也不能有维护你自己的利益，已经不容易了，已经很不容易，互不相欠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那又有几个人愿意不计代价不求回报的去爱别人呢？这就是跟随耶稣的挑战和难度。那我想其他不用多说，我们就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国语事工的这个经历，你就知道上帝是怎么在爱我。我来了之后一段时间才知道，就是我们国语施工的启动和一位姐妹的就是遗产的捐赠是有关系的，叫谭慧妍姐妹。我现在都没有看到过她的照片，我只是从主教那里问到，我听说我们国语施工的启动是有一位姐妹，她是粤语堂的姐妹，她把她的遗产捐出来说指定要做国语的施工。她认识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有真的去了解他吗？我只在楼上的那个纪念先人的名牌上面看到过他的名字，在一群人的名单当中，仅此而已，其他我什么都没有。他的家人来问过我们国语施工的任何情况吗？也没有。
对吗？所以他对我们的爱是完全，我根本就不认识你我就爱你，我根本不知道你们会是谁我就爱你。这就是我们穆爱堂的一位粤语的姐妹，她在爱我，这就是真真实实。然后我们今天这个 Florence 夫妇也没在，那个 SK 和 Joyce 姐妹夫妇也没在，那我们可以，我们大家可以表扬他们，对吧？就背后表扬他们，这是很真实的。就是说他们为我们付出多少的爱，摆上多少的时间，我们不讲其他的，接送，对吧？然后给你提供咨询，帮你解答问题，在你痛苦的时候陪你说话聊天，在你觉得很无助的时候陪你一起哭，有的时候陪你一起玩，这都是他们的时间呢。而且尤其是我们知道，就是有一些专业人士在这里的小时工资数是非常高的，那他为什么不去拿这些东西去做他的专业的事情去赚钱呢？为什么他要花在你身上？大家有时候一定要想一想，这就是无私的爱，我们是不可能对等去回应的，他就是无私的爱，爱我们。那我们比如说还有很多人问你关心祷告，另外一个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国语事工的奉献有一半以上是来自于不是我们在座的国语的弟兄姐妹，一半以上是来自于粤语堂和甚至是非穆爱堂的弟兄姐妹，他们根本不是我们穆爱堂的弟兄姐妹，他们也在关心我们。所以这是非常感人的，就是说你根本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爱你，真的，这就是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一个见证。他根本不要求你回报，他根本就不认识你，但是他在爱你。那么我们还有我们国语的弟兄姐妹也付出了非常多，对吧？我们一直在一起，大同刘弟兄那时候就是启发课程烧成，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和白雪每一个人都在付出，每一个人都点点滴滴，比如 Sandy Paris 他们都在啊，听点奉献啊，像那个梁真，他也要自己非常非常忙，他还要经常要去参加教会的执理会的会议，很长很漫长，一开六个小时、八个小时，你们都不知道。其实这些都是奉献，所以每一个人都在为这个属灵之家的建造付出他的努力。所以这个就是彼此相爱，切实的迫切。我非常感动，我们从2019年我来之后，我们的弟兄姐妹没有停止过彼此相爱，即使在疫情当中也是这样。这一点我深刻的感到，上帝的教导不是虚的，是真实的，它不是一个理论，它是存在于我们穆爱堂的这个信仰群体当中的，是真真实实的一件事情。那么按照圣经的教导，如果你有余，你就慷慨的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让我们把这个来自于上帝的爱去接力下去，让我们越付出越能够得到上面来的爱，越付出越能够活出爱。所以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耶稣总结一切律法的总纲的时候，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自己。今天我们学习使徒彼得就教导的这段话，其实就是这个总纲的一个展开。我们的心意要圣洁，要竖起腰，要竖起我们心里的这个腰，要提起精神，要谨慎自守，要警惕和经受住外部的各种的诱惑试炼。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全心归向上帝，把耶稣基督当成我们唯一的和最终的可靠的救主和盼望，不要再把金钱权力和我们自我的努力去看作我们所依靠的那样的力量。我们要学习，愿意去学习付出那个看上去是沉重的，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一个代价去跟随上帝。同时我们要继续彼此的就迫切的真诚的去爱周边的这个弟兄姐妹。那最后还是那句话，这些事都甚难，但是愿上帝帮助我。好，大家请起立。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起初如此，现今如此，后来必如此，永无穷尽。阿门。